50斤，15操作。好，他手举不起来，那我们还是帮他举着，这样可不可以？可以。这样呢？可以。这样这样不行。哦，这样就不行了。好，那这样举起来，你痛哪里？这边痛，然后后面好像也会痛一点。后面哪里痛？就好这里。哦，这里痛。好，那他的痛点在这里，还有这里，哦，就有两处。好，那我们把它放下来。那这里跟这里，好，简单讲，这里肩膀是由枕骨下缘到脖子，尤其以枕骨下缘为主啊，一定有痛点，所以这里要解决，解决了这里就松掉，好，然后它举起来还有这里会痛，那这里会痛是在肩部原始点，不能按肩部哦，这时候要按脊椎两侧，脊椎两侧就解决背部，所以这里能不能按？我们的肩部原始点能不能按？不能啊，因为他痛哎，他举起来，他的痛是痛点在这在里那里，所以啊，这是患处，患处不能按，患处的痛点就是疾病所在。那我举起来，他会感觉痛哦，这些感觉痛都是患处。那患处要找开关，就是相对应的原始点。那这里会痛，相对应就在枕骨下缘啊，哦。那这里痛。就相对应是在这里，上背。好，那这样等于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要处理的是枕骨下缘，然后一路揉下来，揉到背部，那就是要解决他的举不起来，所以他举不起来跟这里都无关了，这里都不要按了，等于这里肩部，所以你来这里，他们都帮你按这里，对不对？还有这里，还有这里，所以你看哦。诊断上你们就犯了怎么样？他这么久都没有好，在诊断上，他说揉很久了，有没有错了？错了。我们的志工都错了，这么简单，都错了。哎，好像上个礼拜视频，在对全球我就有讲，但是只是用讲，没有像实例。那这样以他为实例，那就很明显，他就是这里，软骨这刚上里，哎，然后。这里下来就可以解决这里，但是这里要两侧都要按。那枕骨下来一般是偏向这里，因为同侧比较多了。那如果要按到对侧也可以，但是如果这里这样下来，应该就可以解决它这里还有这里。啊，这样清楚了。所以我教你们就是，如果他举不高，就是再举高一点，再帮他举高一点，然后举高他就会痛，因为他举不起来嘛。啊，举不起来，我硬是把它拉扯，但是我慢慢举，不要伤害到患者。那我这样一测试，哎，他就说出来了，他是这里的问题，还有这里的问题，那很明显嘛，这里的问题就是枕骨下缘到脖子嘛，那这里的问题就是上背部的问题嘛。那如果他举起来，我刚刚已经讲了，你再听好一次啊，如果他是痛在肩部这一个轮圈。那肩部或腋下哦，腋下，我们这里腋下，肩部跟腋下，那它的开关就是肩部在这里对过来，刚好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就要按推肩部原始点。所以你们一直在处理它的肩部原始点，不会，因为它举不起来的原因不是这里引起，不是这里痛而痛到不敢举起来，是这里跟这里。我先做给你们看，他这里一定有痛点，这里痛吗？有，哦，好痛，好痛哈，哦。枕骨跟啊，这里也是痛嘛哈，哦。不能做，自宫按都不会痛啊，对啊，肩膀是枕骨的问题，枕骨，他是不是用几分力？我很轻啊，我这样只有我根本没有力啊！你说哪有几分力？你来摸我的手，还有几分力？实在很痛啊！哎，没有没有，我没有力啊！我就是身体靠身体的力量。旧的方法，
这个可以吗？可以。这里痛吗？这里比较痛。你刚刚说举起来腰也会酸是吗？酸哪里？这里。腰会痛。哎，这里痛不痛？还好。这里。这里。哦，这一点会哈。会啊。这里呢？还好。这一边还好。还好。啊，那你痛腰痛就只有这一点了。好，你再来看看。再见。你我去举起来，你说这里本来还会痛，现在这里是不是有比较松一点？对，不会那么痛。不会那么痛了哈，确定啊？所以就是那一点，再把它揉深一点就更出来了。那它这个是在深层，所以一般子宫没有揉到，所以它这里不能结症。请老师补充说明。啊，这个五十肩是很常见的。那一般患者五十肩有些是抬不起来，有些是不能往后。刚刚这里录影是只有播他举不起来，那他事实上还有也不能往后。好，那我们先就举不起来这一个部分我们先讲。刚刚举起来他肩膀的部位会痛，还有肩部延迟点的位置也在痛，然后他还有举高一点连腰都会酸。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所以事实上他真正肩膀的问题是就是我预判的，就是在枕骨下缘同侧的，那脖子那里根本没有痛点。那接下来他肩部延迟点那里痛，举起来肩部延迟点痛，是我们说旁边找中间嘛，所以在脊椎两侧就可以找得到，但它是就是在同侧都是位在同侧，那腰部也是。那这位学员他是因为摔伤，然后肋骨骨折，然后就是一直。就是不敢动然后有一段时间了，已经修复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一直就是没什么动，后来要抬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举不起来。那经过志工就是帮他，大部分志工就直接说五十肩就按肩部延迟点那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改善所以这位学员才问我应该怎么处理那我再告诉他，也做给大家看。事实上做完他也比较舒服了，没有那么痛，所以他就举得比较高了。刚开始是举得没有那么高，然后举起来多处会痛那另外有些往后会痛，事实上他往后也会痛。那往后会痛，你还是要测试，就是像这种情形，把他的手往后一点，那往到极限的时候，他就不敢再往后了那这个就是他的极限。那这个极限你稍微再往后一点点的时候，他就知道哪里在痛。那往后会痛是他痛在腋下，就是肩膀的前沿那前沿对，就是对过来刚好是肩部延迟点，所以等他举起来，我再问他后面我再把肩部延迟点也顺便帮他做。所以五十肩其实是这么常见，但因为他被志工按推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解症，然后我帮他按的时候他才说也有人帮他按枕骨但按的都不痛那代表什么？志工的手法可能还要再加强那事实上要不要用很大的力？事实上不需要就是靠身体往前靠，然后手很轻松的放下去，然后只是来回。那因为他是属于
轻重症啊，我们说体力虚弱才叫重病，他没有体力虚弱啊，所以可以以按推为主，乐言为辅。那因为轻重症，所以按推啊，力量有时候啊稍大，一般也不会怎么样，但要跟患者讲，按下去如果很痛的话，他不能时间太久，也就是他能承受下啊，差不多时间都要控制好。我按他的时间也就是哦转播的哦那个视频而已，所以时间也是蛮短。哦，那按完之后还要告诉患者，如果这是出来的学员，你要告诉患者就是按推完，然后还要继续温敷，然后温敷完回去之后，如果隔一天啊按的地方有稍微痛，那个也是属于正常，哦，一定要交代，要不然有时候揉的，尤其你们的力大，自宫的力量哈，大小不一，有些太用力了。按回去患者会感觉痛，那他就不敢来了，所以要告诉他哦，那个虽然肩膀好啊，不是痛跑到枕骨下缘或背部，不是这样，是因为按哦，有时候隔一天啊会稍微感觉痛，那是属于正常现象，那这样患者就不会担心哦，那一定要叮咛他还要再加强温敷哦，那这样情况就可以渐渐改善。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把这个五十肩让大家了解，以后挤不起来或不能往后，大部分都是有这两个现象，而也有人是往外展，往外展的时候，展开的时候他也有地方感觉痛，那这个都要测试，那测试看他痛在哪里哦，那个感觉痛就是疾病所在，那我们在相对应的原始痛点，也就是大开关找。那之前他还有志工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一来就问这位学员，那学员告诉他说他曾经就是摔伤，那肋骨也骨折，所以因为这样然后休息一阵子，慢慢才造成五十肩。那很多患者听完之后，不但帮他按推肩部原始点，还在患处，也就是肋骨骨缝间然后来帮他按推啊。事实上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说痛多属他处体伤，怎么能去帮他按推骨折骨旁呢尤其骨旁那个骨折也是骨啊，我不会生出一个痛症来或举不起来的症来所以痛感觉举起来哪里会痛，那个还是属于症的不适感而非骨折引起。所以很多患者大部分都会听医师检查出来是骨折然后就会在想在患处也帮他按，这是错误的。患处如果要按，一定是大开关按推无效后才可以找患处，但如果你们不懂测试你们也找不到开关在哪里那就会误以为是患处，所以才会有志工可能听到他是摔伤骨折所以帮他按患处，他也有志工就是因为判断不准确然后也没有办法解证那就帮他按那个肋骨这两种可能都造成他病情这样拖延蛮久。好，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